不管是工业 4.0 要讲智慧制造，其实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趋势，就即使我们不谈这个东西，它也是一个趋势，因为大环境不管是客户不管是供应商，它一定会 drive 你朝着那一方面去做前进。我们至少把这样的一个 infrastructure 基础措施先把它架好，我们把这些整个资讯流整个系统工具平台都先架好，未来不管我们在上面要加更多的一些智慧制造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先从资讯流跟人的技能开始去做改变，跟系统平台上面的一个密切的一些连接，让它可以有到这朝向这个智慧制造的方式去执行。透过一个系有一个有效系统的一个效率的一个改善，它能够加深到从一个点到一条线到一个面到一个公司对客户的这个整个效率的改善都会有改变。